小子，不记得我了？真是冤家路窄，我们又相遇了。哼，你搅乱少林寺清静，不留下一句话，休想离开。你给我让开！让开！说得倒轻巧，我今晚非抓你回去不可。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只想知道那个叫无名的是什么人。你怎么总对他感兴趣？义父说他可是个危险人物。他怎么危险了？义父不愿说的事情我们最好不要打听。你就那么相信父亲啊？不行，真的要有高人指点才行。